同人武士俑，让我们得以目睹赛人的形象。他们是已知最早生活在中国新疆大地上的族群之一。在《汉书》中，赛人的形象正如这位武士一样，尖尖的帽子，上身赤裸，肌肉发达，保持半跪的姿势，警觉地望向战场，仿佛只要一声号令，便立刻冲锋陷阵。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，在他的著作《历史》中，曾详细描绘了赛人骁勇善战的特征。赛种人呢，他一开始主要的是一个游牧民族，在乌亚大草原上，他们实际上很早就到了新疆，公元前一两千年就到了新疆，因为在中亚那些地方，牧场不够，他就往新疆发展。在天山腹地的呼图壁县，定居于此的先民，在粉砂岩壁上留下自己的痕迹。他们看上去欢呼雀跃，载歌载舞。从时间上推断，岩画的创作年代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。